上集，影子冒险从敌军指挥所偷走了能量晶石和一份绝密文件。这集破晓行动队又有什么新任务呢？我看看，这个应该是邪恶博士研究晶石和武器技术的实验报告。给我点时间，我应该能破译出来。紧急情报，前方部队传来消息，毁灭军团正将大量危险物资运往 K 地区，疑似建立了巨大的晶石实验基地。上级指令，破晓行动队立即行动，秘密跨越敌人的防线，潜入 K 地区，设法确定这个实验基地的具体位置，并潜入收集情报。经过几天来的侦查发现，有一支敌军的运输车队每天下午会固定经过 P 路段，届时我们埋伏在此路段。影子、马汉，你们暗中破坏运输车的轮胎，魔术手、老狐狸和我在维修厂埋伏，等损坏的车辆前来维修时，老狐狸，你趁机替代司机跟上车队前去实验基地，计划成功后，你就潜伏在基地里收集情报。行动。怎么回事？哎，车胎爆了。附近有个维修厂，可以把车拖到那儿维修。绕开，绕开！你们先回基地。我们走。喂，我们的车胎爆了，快点给我们修好。好好好，马上修。厕所，厕所。好了，修好了。我们走。这样就能追踪到老狐狸，
找到实验基地的具体位置了。狐狸成功潜入了毁灭军团的实验基地，他会打听到什么重要情报呢？请看下集。